万磁王博士，你现在又有什么机密要告诉大家吗？我想跟大家讲，我全身都有磁性。嗯，万磁王博士，你现在又有什么机密要告诉大家吗？我想跟大家讲，我全身都有磁性。嗯，真的？记得打一。我有磁力。先擦干净了哈，来看看你的会不会？对，这是 AZ 的。会觉得很惊讶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？我掉了一根。因为我倾向于认为它是那个摩擦力跟表面张力所导致，所以也没有说所谓。认为说是疫苗注射之后的造成的结果，嗯，觉得不会是。好，我自己试完之后，我有类似的一个情况，到底是摩擦力所造成的，还是专家所称的汗垢呢？这个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再分析看看。好，针对这一次的莫德纳疫苗，大家在讨论的磁力的问题啊，如果我们以物理现象来讨论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摩擦力的观念。我们比较轻的物品。你在垂直的表面上，你要让它不下滑的话，一定要足够的摩擦力向上。所以当你用湿纸巾也好，或者是酒精也好，擦拭了表面之后，可以把我们身上带有一些油脂的部分啊，或是一些杂质部分清理掉。所以清理掉之后呢，表面只要比较不光滑的话，没有油脂在上面的话，那么它的摩擦力，最大静摩擦力就可以变得比较大，所以可以抵抗向下的重量。那这样造成比较大的向上摩擦力的话，就可以让这一些小汤匙看似很像被吸住，可实际上不是被吸住，那是因为摩擦力造成不会向下掉的状态。